我看这回这狗怎么进来坑我？哎呦我的妈！谁的苦酒精月光洗不到？哎呀，你咋进来了呢？你没看到外边立那牌子呀？不欢迎你啊！我也不认识字儿呀。啊，行行行，你叫我呢，买啥？啥扔的？最后一次。这么些呢？一共105。咱俩都这么熟了，优惠一点呗。还优惠呢？凡是你上我家店来，没有一天能把账对上就是。你这么的，抹个零。这啥意思啊？一共100，你咋给我15呢？你不是说给我抹零吗？那不就是15吗？我说的给你抹的是5块。你一个大人欺负小孩，不讲信用，说好的抹零还变卦。我这不是给你抹了吗？收你100。你这哪是抹零啊？你这还加了个零呢。啊，100，还真多了个零。哎呦我的妈！可不咋的，105抹零是15。啊，105抹个零，可不是咋的，15。谢谢老板。抹零原来是抹中间那个零啊。我怎么觉得今天这账又高兴能对了？